今日过嚟同一个客户咧跟呢个漏水嘅情况，通常漏水我都唔多去做嘅，点解咧？因为真系好棘手嘅。佢呢个单位就漏水落楼下个单位，楼下嘅业主就要求楼上整，楼上嘅业主咧就揾咗师傅整，整咗好多次就改善咗嘅，但系都楼下仲系话有啲湿。而家系楼下嘅业主俾钱我嚟到整楼上。樓上的業主都挺好人的，就很多方面配合啦。咁樓上的業主找了個師傅嚟掘起曬啦。個廚房呢啲居屋單位啦，呢啲新十字型啦。咁剩翻呢個得兩位，呢個廁所啦、企缸啦、洗手盆啦、坐廁位，坐廁都拆咗出嚟噶啦，幾日冇用，冇都有成兩個星期冇廁所用噶啦，住緊人嘅。咁就個坐廁枕頭啦。個師傅作嗰陣時咧，都作穿水喉，我哋見到啦，都係好高危嘅嘢嚟嘅水喉，我就唔建議行嚟下啦。咁個師傅咧已經都好有心機嘅，慢慢作慢慢料，搞咗幾日噶啦，但咧仲未有頭水。樓下就話主要喺呢個得窿位咧，就個天花就好濕下，開頭仲滴緊水嘅，而家就滴少咗。快呢渠咧係行得耐咧就死硬嘅，點解咧？因為這些渠呢啲渠咧有熱漲冷縮，佢一定拉扯甩嗰啲膠水位嘅，好似呢啲咁都係滲緊水嘅。呢啲馬咧全部生曬手，點解？因為呢條喉上唔多唔少曬啲濕水嘅。之前試過單位就係呢個配件嘅下面嗰橛，而家呢個向上啦，向下面個接口位就做得唔好，就膠水擦得唔夠，就有啲滲水。咁如果證實呢個係漏水嘅話，可以叫公家管理處整嘅。而家樓上嘅業主咧就叫個師傅想作埋呢個位睇睇，個師傅作到怕咗啦，唔敢再作啦。我都好服呢個師傅，俾個讚佢嘅，做咗好多功夫。咁啊，佢又怕作到鹹水喉啊，其他嘢啦，水喉嗰啲嘢啦。咁我今日試下接手同佢跟一跟呢個位啦，作清呢度，作通呢度。如果掘了第一層再掘第二層，第二層這個位置應該有條去水喉的，給企缸用的。掘到這個位置呢，見到英尼沙有些較為濕一點，可能這裡有少少問題。做好曬啦，係發覺呢個位咧係有啲濕嘅，呢個位都乾，不過要鑿開都要睇睇，陣間睇睇呢個位，呢個位可能有啲事嘅。因為呢條喉咧係通過去洗手盆同埋企缸嘅，咁我哋開開個洗手盆睇下水先。而家呢度咧就有啲水滲出嚟，呢個背景應該裂咗噶啦，呢個背景。就係咁啦。通常咧，如果漏水咧漏得耐咧，佢呢度會起黑色嘅。如果冇漏水嘅話係白色嘅，通常佢冇漏水咧，呢度係白色，你見到呢度起黑色咧，即係有滲水層裂開咗噶啦，晨早就呢個位置。呢度冇腳嘅，淨係腳寸後啫，呢度見到有條痕啦，應該係扯裂咗，或者之前上一次裝修嗰時撬斷咗。好啦，而家就臨時播著條喉俾個用户用住洗手盆先，其他咧就等個師傅嚟跟翻嗰啲嘢啦。點解開頭判斷呢個位呢？其實我之前都見過一次噶啦。因為佢條喉咧篤上嚟呢度吐膠水咁樣吐咧，
就食唔到，冇咁好食到膠水嘅。有時樓上樓下做嘢施工方面咧，啲位置撬住咧好難做嘅，所以呢個位置試過呢個位漏水嘅。同埋呢啲位咧，我建議就唔好用英泥封死佢啦。呢啲係要維修嘅，大廈換喉啊，各方面啊維修啊都要嘅，所以唔好封得咁死啦。或者整啲門啊、鋁門啊、木門啊活動嘅嘢封住佢啦。點解呢啲漏水個案咧揾唔到人做呢？因為係基本上蝕錢嘅。呢個師傅已經做咗幾日㗎啦，幾日開人幾千蚊做幾日，我唔知佢點樣，可能食飯盒都冇唔夠錢嘅。之前試過一個單位咧，就係佢條喉係咁樣擺嘅，因為下面上面兩層咧就好難搽膠水，所以呢個位搽膠水搽得唔係咁好。如果調轉頭咁樣放法咧，就會好好多嘅。嗰、那個單位就是因為呢個茶膠水茶得唔夠雲咧，唔夠飽咧，所以就喺呢啲位滲水滲落個地台面度。今日過嚟處理另一單，另外一個單位又係咁嘅 case， 又係樓下滲曬水。咁佢好似呢啲呢條喉，又係我相信都係呢條喉漏水。呢條喉你見到樓上全部都漏嘅，層層都漏。問題係漏得嚴重或者唔嚴重嘅啫。咁今日又會作開呢個位睇睇，呢度係之前管理公司做嘅，上手嘅管理公司做得好靚，做個等，但係咧外表幾靚都，入邊漏水都要作。好，唔該曬你，唔該曬。一樣度翻呢條喉嘅位置啦。而家嗰條喉咧個位置大概呢度到啦，喺呢條喉擲住嘅，所以作開呢個位嚟睇下，呢個位都要作去睇個底啦。一作開咧，覺得呢度都係較為濕嘅，比較上濕。一作開個底咧，就有啲水飆出嚟。一陣間咧已經氹水啦，見到。我哋見到啲水咧轉緊嘅，記住啊，轉緊，轉緊咧嘅邊度轉咧？呢度轉，即係水喺呢度出翻嚟。而家作開咗咧，就揾到漏水嘅地方啦。邊個地方呢？是這個市渠這個位置裂了啦，有條裂紋我們看到啦，黑色的條裂紋。這條喉有沒有漏呢？就做好這條之後呢，如果不乾呢先處理這個啦，都費事搞那麼多啦。今天找到原因就不做那麼多啦。這條喉呢，垂直這條是公家的，就阿公管的啦，招標啊，揞條標出去邊個接就好，那就搞定它啦。至於這個曲開始就先是業主的啫，所以成日講話呢個公家喉冇喐冇搞佢咁解啦，你喐親咧，管理處就唔理噶啦，即係你要包曬成棟樓嘅嗰啲其他啲損失噶啦，所以呢個公家喉冇損傷冇去搞佢。同埋呢度點解會裂咧？係咪人作到去裂咧？唔係，係自己裂噶，因為呢啲喉咧佢冇做伸縮啊，咁春夏秋冬嘅會長一長一短啊，如果成棟樓嚟講咧，爭幾寸噶。咁啊，扯甩曬啲馬啊，啲梳幾位成日見漏水就咁解啦。所以一定要做翻每層都做翻伸縮俾佢熱漲冷縮嘅。記住啊，水喉漏水係同水壓冇關，呢條喉冇水壓噶啦，係同水温有關。所有嘅師傅都要知道，嗰啲工程師啊，嗰啲咁嘅職師冇人知道，所以先咁多問題。呢啲喉管向下層走咧，又行室內咧，咁啊樓下嘅業主已經跳曬掣噶啦，又要告又成噶啦。希望以後政府冇或者冇批呢啲圖則啦，啲發展商都冇批佢，嗰啲黑刺嗰啲冇批呢啲圖則啦，係害人嘅。呢單第三個 case 又係啦，新十字型啊，呢只係中型單位，即係都係三房嘅啫。咁啊，呢度有個德隆位啦，呢個德隆位係漏水啦，嗱有曬水殼喺度不水噶啦。咁呢啲門框咧？都是養大水的了，都漏了十年八年的了，它業主一入伙就漏到現在，裝修好十年到了。現在我第一來到呢，就鑿開個市渠啦，因為市渠這個位置可以鑿得，鑿開市渠來試啦，因為鑿這個市渠呢，你還可以繼續沖涼啊，那些沒問題的，這個櫃度，櫃背有個市渠。咁就都係發現到佢呢度應該呢個位置有啲漏水嘅，
咁咪點漏法咧？陣再作翻出嚟睇先，呢個口都要再作，就一定有漏噶啦，見到個底有水滲噶啦。咁呢度有水滲出嚟啦。这个问题呢最终呢我认为是这个风琴后跟这个位置接触不好，这个位置接触风琴后漏水呢，阁下呢就找些钢胶在后面封了一条喉去，故事这样了，那些混合胶或者钢胶那些如果漏水呢就应该拆掉个马桶再重装的，但阁下呢就找些钢胶封住了，结果那水就走入去墙里面，就不是一个厕所底，所以長期咁多年就噏到個地下，好似水塘咁啦。